近期有消息称，郑爽又接下了一部大制作电视剧《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》，再次引起了网友们的围观。不过除了女主角郑爽外，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部剧男主角的人选了。目前网上呼声最高的应该就是鹿晗了吧，不过这样的阵容似乎制作方要付不少片酬呢。当然另一位流量小生杨洋在粉丝们心中呼声也是蛮高的，毕竟之前和郑爽合作过的《微微一笑》太过甜蜜经典，两人要是能再次合作必定是默契满满吧。不过似乎这两位男神都不会出演该剧，制作方而是选择了白敬亭出演男一号。其实他和郑爽也是挺有 CP 感的，非常可爱帅气的大男孩，在电视剧《夏至未至》中好多人就非常看好这对励志 CP， 奈何最后没能走到一起，不知大家觉得白敬亭怎么样呢？